人，我要跟着你跑了，跟着你跑。他就是准准上面看着我睡觉这样子，有个小孩，跑从上面跑在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个脚的声音哦，小孩子啊，然后突然间打我脚，打我的脚有痛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声音了，你知道吗？啪一声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啊，啪一声了，我看我的脚有一个这样小的手印。他就是唯一其中一个会变脸的。对，他真的很强的一个脸啊。对，只是现在你坐在那里，你现在坐在那里，他没有在精神，因为他不喜欢甩门洞啊，不喜欢打开。你看，不用问他，直接不喜欢你呀、啊。Okay, 他不喜欢你， okay, 我已经对你说了，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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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吗？他就是不喜欢你。算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记事本堂的杜眼龙社，我是你们百物是 Isandra， 我是你们的师傅 Simon。那今天呢，有没有看到这里吗？有一个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呢，这个呢就是 Boy Boy， 然后呢 Boy Boy 呢就有一个很好的故事，但是呢我们要先确认他有没有在线 ，OK？ 我怕他跑出去玩了，所以我们要确认一下，他不是很喜欢你 ，OK？ 所以的话，不是很喜欢我的，他不是很喜欢从以前呢到现在呢，对，我就叫他 Ma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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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ka， 他很讨厌我了，对 ，OK， 来我们来看一下 ，OK。放轻松，宝宝有没有在？有在打叉一下可以吗？宝宝，宝宝，宝宝有没有在？你看他的全部跑过去他那边，不是叫我指你 ，OK？ 你有在？你打叉。他要给你知道嘞。就是他，你看到。OK，OK， 没有 ，OK， 宝宝 ，OK， 不是指你啊 ，OK？ 如果你有在的话，打叉一下。OK， 有在，他没有偷偷跑出去玩。OK， 我也知道你有在了，因为我刚才已经叫他 boy boy 起来，有啊，这样子。我看一下、okay、他还会不会喜欢我？他不会很喜欢，他不喜欢你。OK，, okay. 他不喜欢。宝贝，你来我讲，我问宝贝，你喜不喜欢柴门师傅？喜欢打叉，不喜欢打开？你看，不用问他，直接不喜欢你呀、啊。Okay, 他不喜欢你， okay, 我已经跟你说了，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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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 好吗？他就是不喜欢你。算了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所以其实呢，宝贝的话呢，它里面住着一个小孩的灵。然后呢，这个哦，宝贝，为什么我会跟大家分享？因为哦，这宝贝啊，他跟其他灵不一样。首先，我不知道他的故事在里面，因为我没有问他。但是呢，他跟我的故事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故事。他从我小时候一直在我的房间的橱上面，然后我都不知道他有灵。然后呢，直到呢我时间到了，他就一直在那边默默看着我。但是我就觉得，就在我的那个橱上面，因为他是怎样呢，我的床在这边，然后呢他就这样，不懂是谁送我，他就是准准上面看着我睡觉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娃娃我也忘记是谁送的了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有一天，就是因为之后我就有修行那些嘛，我一直知道有一个灵在那边，但是我就不要理他。然后直到有一天啊，我的房间的 aircon 突然间坏掉，然后我妈妈叫我去睡客厅，因为我的房间的那个 aircon 坏掉，她要等那个人来修嘛。然后这几天，然后没有 aircon 热死，然后会一直流汗啊，我就在楼下客厅睡觉，因为客厅 aircon 冷嘛，对不对？那冷气很冷，然后我就在下面睡觉咯。然后啊，我就看到有一个小孩，有一个小孩，嘿嘿嘿，跑从上面跑在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个脚的声音哦，小孩子啊，然后突然间打我脚，打我的脚有痛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声音了，你知道吗？啪一声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啊，啪一声了，我看我的脚有一个这样小的手印，这样小有。这样小的手印在我的脚，所以你想一下，这个灵里面的灵它有多少有力，它可以弄到我的脚有一个反应，有一个这样小这样可爱的手。那我在想到底是谁，然后我就跑上我房间看到底是谁，刚才那个这样可爱的是谁。然后我看到就是那种白白可爱可爱小小只的，它差不多它站起来才这样矮而已，就很矮的小小 baby 这样子。那我就很可爱，然后我就跑去我房间，是谁刚才打我？然后过来就我就听到有人在那边笑，然后我就看到他，然后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然后我就用那个通灵的东西啊，会亮的嘛，然后我就放在前面就亮了。然后我给他那个白大针，那个白大针出来哎，那个水，所以我就知道他里面有灵。然后呢，从此以后我就叫他 boy boy， 因为他就是这样可爱，我就叫他 boy boy， 因为他是小 baby， 然后呢他又有力哦，所以他是那种人小鬼大。
然后他就伯伯，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 Simon 师傅哎，然后他就很不想 Simon 师傅，对，因为呢这个伯伯呢，因为有些灵啊，他会比较黏人的，所以伯伯呢就是黏我的，他就是一个他在我身边的灵这样子，他就黏我的，所以其他人呢他不喜欢的，所以其他人像 Simon 师傅啊，另外的虽然是讲他可以跟他沟通，但他就不喜欢，然后 Simon 师傅很喜欢跟他教他，因为他很小只，他很想捣乱他的，他就很像讲。玛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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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卡玛卡波，他就很想象，因为他很小只，然后他又在 baby 里面，然后他的 baby 又这样小而已，然后他就 Simon 师傅就看他可爱，就一直跟他讲啊，然后他到现在不喜欢 Simon 师傅，但是呢，他里面他的故事我没有问他，我就只知道他是 boy boy， 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就叫他 boy boy， 然后他也没有要跟我讲他的故事这样子，然后我就等时间，然后有空我再跟他谈，看他要不要跟我讲，所以的话我就只叫他 boy boy 而已，然后我也还不知道他的故事，因为我还没有问他，然后他也还没有要跟我讲，所以到时候看有缘分的话，看他要不要跟我讲了，拜拜。然后我们先来访问他一下，然后他里面是住着一个很可爱的灵，不懂大家有阴阳眼的人可以看到他有在身边，然后他现在就是在我们的周围啊，你自己猜在哪里，然后他就在我们周围坐着就对了。OK， 他不喜欢你，先讲。其实呢，他的精神很可爱，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样。哎，你知道这个娃娃啊，在我的房间多少久吗？应该从我小时候应该十年了哎，这个十年了，应该有十年哎，跟着我哎，最少。然后他就是一直在那一边，他然后安静安静，不要给我知道。那些体质敏感的，摸到他了就会知道有这种，对，叫什么那个电波、啊。电波对，因为他会有那种电电的感觉的，对。然后他能量很强，因为他可以做到啊，他打你不只有声音，然后有手印啊，这样子啊，我可以看到他可以现身，然后他可以啪啪啪这样的声音啊，就是那种啊，他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东西，他是一个很蛮有力量的能量的灵来的，所以的话、啊、他是一个老灵，虽然他小，但是他是老灵来的，然后呢，他就是很可爱，然后我就超爱他，然后我每次啊，有时候我就很顽皮，我就讲，哎，我睡不醒啊，你叫我醒啊，我明天七点啊，我跟你讲很奇怪了，闹钟叫不醒啊。但是啊，他们很厉害耶，七点啊，一定叫到我醒啊。你知道他怎样吗？他有时候会动我这里这样，然后或者有时候会，妈咪起来了，七点了，妈咪起来了，七点了，会有这样的声音在我耳朵边呢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他从来没有叫过我醒？他不喜欢你，对，然后呢，就是很奇怪的，或者啊，他会在我们梦里面啊，就跟我讲，哎，时间到了，醒来了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每一次啊，我起来的时候，我只要看手机，一定是准时是七点醒。真的、啊，如果我交代他，他一定叫我醒。但这个宝宝跟你十多年、嗯，他跟我很久了，我超疼他，因为有看到就是他跟晶晶一起，所以你们一直以为啊那个是晶晶的玩具，不是，他里面也是有灵的，就是他每次跟晶晶一起。对，有一个照片是晶晶。对，晶晶跟他一起，然后很多人就讲 ，Oh my god， 晶晶的 baby 很可爱，没有，他的 baby 里面有灵的，他的朋友来的这样子。OK， 所以我们就跟他沟通一下，用这个工具。宝宝还有在吗？宝宝有在打他一下，你看你看看。还有呢，他的表情会变的哈。对，他的表情会变，几次了？我看他表情变，就是太明显了表情。哎，他为什么嘛？他看到我的时候啊，他脸就笑了。Simon 跟他讲话，他脸就真的会变了。在他的 bad 的精神可以看得出啊，你看啊，就是这样的脸。真的，不过你们看得出吗？啊，他看到了，我已经看到他脸变了。你们看在 Simon 不要跟你讲话。所以啊。拜拜，拜拜呀！虽然从我认识、这个，大家有没有看得到啊？会变脸的他。从我认识这个伯伯啊，他就是唯一其中一个、啊、会变脸的。对，他真的很强的一个灵来的。对，然后人家以为哦，他是小可爱宝宝，他有里面有灵的。OK， 然后我们问，拜拜，开心吗？今天上 video 了哦，开心吗？开心打岔一下，你看能量很强了，我很快乐哦。OK， 那边有狗，我知道。OK。开心吗？今天上影片，两个，另外一个也是要动。哇，你看他很快乐，他开心哦，开心上影片，开心吗？看到 Simon 抱你，开心要打叉，不开心打开咯。打叉啦。快呀，你看他。嗯、他不喜欢你 ，Simon， 他真的不喜欢你，他从第一天遇到你，他都不喜欢你。哎、当然了，他黏你，黏他只黏我，是不是？你只黏我哎，宝宝是吗？你只爱我是不是？哎呦，很快哦，很快哦。好，
伯伯给我看 ，OK， 我跟你们讲，我们狗在那一边，就在那一边，然后给他看伯伯 ，OK， 伯伯给我指一下我狗在哪里，伯伯你指一下两边，两边指一下我狗在哪里，伯伯你可不可以就是你坐在哪里？我知道他坐在哪里啊，我是心想他应该是坐在我旁边 ，OK， 伯伯你坐在哪里？指一下你坐在哪里？你现在坐在哪里？他没有在精神，因为他不喜欢塞门洞哈。对他坐在那边，他是坐在我旁边，他就是黏我的。他这个灵哎，他就只黏我，所以不管是谁啊，遇到啊，他都很不喜欢的。然后他就只黏我，他很他就是他常常会出，他就是从他精神出来。对。然后他没有在精神的。对。但是呢，他的精神呢会变脸的。对他精神很奇怪，会变脸哦。他一个背，他会变那个脸啊，就是在他的精神，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。然后 Simon 就有看到我讲，你有看到他变脸吗？我老伟直接变了，这很明显。所以我不知道是我们的眼睛看到，还是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变脸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他真的会突然间变脸。其实这个伯伯他的来源是哪里的、嗯、？OK， 给我，他不喜欢。OK。他的来源是哪里？他什么故事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的 OK， 我知道的是，就是他从我很小的时候，就是已经帮我是水送给我，在我房间那边，然后我就不以为意。我知道我房间有灵，我知道我房间几个娃娃都有灵，但我不管，因为 like OK 就这样。然后以后长大了过后，我就 Oh my God， 有灵，快点跟我讲话。我觉得有一天我们应该来访问伯伯，然后对问他要不要。对，因为伯伯的话、哦、跟我真的很久，而且、哦他可能看我从小到大，跟看到我所有，他可能比我都还更了解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问一下。对，你问他要不要，就是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。可能哦，你问他不要的哦。伯伯。伯伯。你要不要我们跟？你还没有问他就要开了，怎么？伯伯，你要不要我们跟？拜拜。跟你讲，他不要跟你讲话。Okay. 你要不要啦 ？OK， 我们跟你。在影片上跟观众一起来去，就跟你通灵一下，通灵然后给可以认识你的故事，因为我跟伯伯是以前从来没有认识的，然后呢，给大家认识你，然后给大家知道你的来源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如果你要的话打叉，如果不要的话，哇，可以哦，要哎要哦，可以哦，犹豫不决是怎样哦？给你一下面子，但是其实因为Simon不要啦，这样。要还是不要？要的话打叉。要的话打开，你知道要的话打开，要的话打开。要的话打开。打得很快的，你看，哇，你看。OK。OK。OK， 来给我一下。OK， 伯伯，你指一下你的精神在哪里？用两个来指。指一下你精神在哪里，伯伯。指一下。他不想配合你哦，发现到。有动吗？有。再用一个，另外一个帮我指进来。另外一个可以指一下吗，喂？指你的精神在哪里？哎呦，这个很快哦。你看我的手是停的，我是没有动的。它这个东西呢？它会自己动了，它会自己动，跟它们的能量动。对，它的电波了。OK， 那边了，走。OK， 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再问一下，伯伯，你答应了哦？是不是你答应了？伯伯，你答应了是吗？你答应了是不是？答应了。他答应了啊。Okay. 那我们下次有缘的话，我问你故事，然后我们就放上来哦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不可以的话打叉一下，是不是不可以？他开。可以。他刚刚讲不可以。OK。这样子的话是我们可以放上来嘛？我们可以跟观众分享啊，不会可以给个圣给个圣饼。他都开三次了，可以给要 double confirm 吗？要的话给我一个打叉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的。看 ，OK， 因为我们做这些东西，我们一定要先尊重灵哦，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。OK， 拜拜。你开心的话，你转去我这里这一边。你开心的话，你转去他那边转，快点，两边都一起转，会吗？你开心，转去三木师傅那边。再来。你看他很直哦，他真的是可以转到我这里啊。你在最后面。
我要跟着你跑了，跟着你跑，呜、哦！跟着你们 okay. ，OK， 好。所以我跟你们讲啊，伯伯的话、啊，你们看这样小小子啊，他的能量超级无敌强、啊，真的，他比有一些灵啊、大灵啊都还要更强。他是一个 baby 灵哎，怎样可以这样强？我也不懂，我很好奇的故事，因为他真的，在我看到所有 baby 灵里面，他不是一般的强哎，他的能量不是一般的大、啊，知道吗？很奇怪的，他可以在这个境界十多年，他这么变化、那个，不是十多年，是可能我就是遇到我之前，他已经在里面。对，所以很夸张，所以我很好奇的。而且他这样小的灵啊，他是阴灵来说的话、啊，他这样小的话，他 supposed to not be 有这样大能量啊，通常对不对？你前面是不是你遇过这样的阴灵有这样强，像伯伯这样吗？很少，很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宝贝来的，拜拜。OK， 所以的话呢，什么师傅、啊、怎么样？这么久跟宝宝讲话，他还是一样对你、啊？他还是没有变，他还是一样，对，比较黏你。对，然后他也是知道我很喜欢捣乱他。对，然后呢，其实我很喜欢他们。他不是讨厌什么师傅，他就是来，哎呀，不要了，不要黏你这样子，就是他也要捣乱回他这样子。因为我每次捣乱他嘛，因为他太可爱了，他的精神太可爱了。他的脸可爱，宝宝，你是不是不？你是不是讨厌他？你有讨厌他吗？讨厌吗？讨厌的话打叉好不好？他没有讨厌你的，他就是，你看，他没有讨厌你的。好了。我还以为他对我有仇，他只不喜欢。那、啊、你看，他没有讨厌你。好了 ，OK。这样，伯伯，你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一直捣乱你，然后你不喜欢，是不是？他太顽皮，是不是？所以弄到你不喜欢，对吗？是的话，跟我打岔一下好不好？他太小气了，太认真。那、啊、你看，因为你一直捣乱他，他没有讨厌你。他就是，对，你很疼他，但是他不喜欢你捣乱他，因为你每天一看到他，你这样。宝宝，你又变脸，宝宝，你又不可不可不可，每次都这样的，所以我们就又来了，很烦的人这样子。OK，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有嘉宾 ，Oh my god， 我们第一次其实蛮好嘉宾哦，没有，上一次有人的嘉宾，这一次有灵的嘉宾，对不对？但是平时应该都有灵的嘉宾，只是你们看不见，然后没有看到精神这样。OK， 所以的话呢，如果大家你们喜欢宝宝吗？喜欢宝宝在下面留言哦。然后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，喜欢这样子的影片的话，我们跟灵的通灵啊之类，跟灵的一些影片的话，记得要在下面留言跟我讲你们的想法、看法，还有想要看什么内容吗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还有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这个 social media account， 就是有 IG 啊、Facebook 还有 YouTube， 所有都要关注哦，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、玄学内容等着你。还有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寄生满堂对罗秀，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，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哦，拜拜，不会讲不拜。Yeah!